的小孩哪一个月份聪明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我只是知道三月份跟四月份呢，有那个山羊座了、白羊座了、双鱼座、金牛座。哎，其实无论三月或者四月的小朋友呢，都像我们马远洋一样这么聪明。哎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我都要买你好美个喜啦。来，再买。你是聪明的小孩。我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舍都不爱，怎么想也不明白。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女孩。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只是晚上寂寞难耐。起来